学校，还有什么样的资格才可以？都可以。请问峨眉派的都未婚吗？他们可以还俗吗？可以还，可以还俗啊。好，谢谢我们来自台东的好朋友啊，各位，我们四五十岁的啊，刚刚听到了这些歌曲，我想你们一定都很熟悉啊。只是他们是去台东的省立医院，我们是去屏东的仁爱医院，对不对？哇，可是我们的感情都一样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到摸彩。好，我们这次摸彩要邀请我们。裁判组啊，最辛苦的我们田初虎田主任，我刚有看到你在当中。田主任还在吗？又去换衣服了。哇，这个主任怎么爱换衣服？哎呦，哎，田主任，摸彩一下。辛苦了啊。等一下，我们的梦想家预备一下。好，时间一分钟。好，我是主任委员，我们的长老，各位亲友，我这个裁判组的组长哈，今天全部的事情都交代给组员，结果呢，我的组员表现得非常好，感谢我最亲爱的老婆啊，今天不负重任。带领我把工作完成了。好，谢谢。感谢所有的裁判组哈，今天的工作，我在别的地方哈，一直在注意那个事情有没有进行得很顺利啊。结果我们古德村每一位都非常的对我们这个秦千一甲子的活动哈。都非常的尽力哈，100%的满意，超过100分哦，好、哦，感谢哈、哦，感谢我们的裁判组以及所有的工作人员，好，谢谢。时间30秒，你还可以讲30秒，很紧张。好，请准备好你的摸彩券。准备好了，因为有10张嘛，会念得很快。拿好，对了。019。120。120。104。104。106。106。139。139。234。234。自摸。190。190。228。228。特别的日子，各位，纪念日。039。039。099。099。以上。以上，来，请尽快到，请快来。裁判组的组长哈，234哦，把它捐出去哈，我给他再重抽一张啊。234是我自摸的啊。可以抽到567。好，再自摸一张啊。132。什么球拍呢？
好，我们当中有一位武家文先生是姓什么？姓什么？我们这一次还好都没有警车啊。好，是我们高平区代表我们罗生区去参加初选舞蹈比赛，冠军第一名优胜。我抢！啊，
一个是现代舞，到最后他从现代当中走回到原来的传统式舞，就好像我们这一群年轻人哦，在外面读书工作久了，我跟你讲，你还是要回到部落，你知道吗？你的。